双方选手已经就位，精心派出的是战斗狂人唐柔，而嘉世首发就派出了战术大师萧时欣。一跳三，一跳三，战术大师萧时欣完成了一跳三。大家别灰心，沉住气，咱把积分扳回来。曾经相伴叶兄多年的角色一叶知秋，目前正在孙翔的手中，成为叶兄今天要打倒的对手。就让你们看看，谁才是真正的一叶知秋。